黎诺伊和老婆在2014年结婚，至今已经7年，仍然相当甜蜜。日前他就7520分享和太太的合照放闪，一张是婚照，另一张就是今年的合照。而网民的焦点就落在太太的靓样上面，纷纷留言大赞黎太。黎太生于富裕家庭，家族是由做美容产业起家，有传女方的资产过亿。他们结婚嗰阵揸的婚车都是岳父名下，更有传岳父出资4000万购买物业，被他们捉爱炒，所以黎诺伊都因此被网民称为五亿女婿。